音乐搭上美食，渔夫食堂让我们登场。今年的料理以生态厨师严选在地食材，搭配多元的料理手法，细心打造美味。就是那个气氛非常好，然后呢，食物在这个气氛烘托之下就更美味了。美味的餐点有一口基隆温沙拉、渔村自由三明治、西班牙小卷海鲜饭，以及黄金蜂蜜石花冻，都是严选基隆在地的特色食材。我就觉得真的是啊，身为基隆人，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的浪漫的海派啊，我真的是太幸福了。食物的话，也是我们在地的食物，而且我觉得这次呢很特别，还有领餐人啊，然后告诉我们在地的这些食物啊，这个食材怎么做，然后完全都是用在地的食物，真的是非常好。在基隆人用心的耕作跟这个捕捞之下，今天能透过潮境海湾节当中的潮美食啊，在基隆市城市博览会呈现出来，而且今年特别的化整为零，成为三天的周末晚上的这样的晚会，让能够来享用来感受到基隆的美好，特别从山跟海的产品当中吃到这么浪漫而且在地而且美味的食物，相信来参加的人都很这个享受，那希望每一年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。晚宴在海科馆遗址广场浪漫登场，柔和灯光加上现场简单的布置，美食和古迹相辉映，让顾客视觉味觉一次满足。我们配合城市博览会，那过去的潮美食，那我们在今年我们把它改成了山海直售所，结合基隆的山珍跟海味，那我们再跟海科馆结合合作，那做一个跨界的整合，在博物馆吃晚餐，这是一个基隆新的体验。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这样子的活动能够日常的举办，那成为我们基隆旅游观光产业的新亮点。现场还有山海直售所、渔农产品贩卖。今年的渔夫食堂山海直售所，在美食、音乐及灯光的衬托下，让基隆美食疗愈身心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好，我们。